蓝队帮我注意山顶，红队帮我持续注意前方道路。蓝组收。怎么大家都录音机断线啊？变流行感冒就对了。连医疗不也断？红蓝组掩护富兰克林小队往前。OK， 好。前方人影，正南方方位198，底部兵道路上，过来这里。没有看到了，也只有武装，对方只有武装。距离我方红组位置355公尺，敌人持续持枪瞄准中。遵序交战，开火。收到，收到。这边射箭不了。哦，友军在我们左前方，石头城。看到，有收到。然后那个，然后刚看到敌军有威胁车辆，再帮我把望远镜带进去啊。收到。啊！这上面藏了一台车。啊！我也是。哦！进来一点，进来一点，进来一点。那个红队，麻烦向前到 SW 方向的转弯处那边。蓝队先掩护。黄组长，他询问一下，可以上山坡吗？还是不要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觉得上去可能比较容易中弹。收到。黄组长那边先挖好一个壕沟后，蓝组再跟上。收到。这红组回报，这个角度非常的差，我们可能要往要推，比车子在前面一点才能再好。你确认一下前方，
前方就是 APC 右再往前一点右侧有没有好的位置？ OK， 我确认一下。如果没有的话就退回 APC 方向。有找到了。OK OK， 蓝队蓝队沿着右边路边往前去跟红队会合。那个可以帮我挖一个在你现在那个位置吗？你有带攻击伞吗？阿红，你有带？我背包都火箭弹，还有弹药。好没关系，好用这边眼底。哦，被打中了，啊！注意哦，刚刚有精准射手，找一下精准射手在哪里。正南方180，红组方位180，敌方向。OK。去不有看到吗？那个谁，阿红先找眼底。方位180。那个大姐，你在我旁边了吗？对啊，在你旁边。我现在在挖一个壕沟。我在挖了。哦好。啊？都看不懂。大哥，他需要一点。小心精神射手。右侧再去挖一个壕沟，右侧 ，OK， 这可以，nice， 散开一点，啊，我现在很怕一把 PG 打在我后面三 D 上，听到咻的一声，大家赶快往壕沟外跑。吕峰，你知道你们刚一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原本那个地方被打了吗？原本那个地方怎么样？原本的地方怎么样？我说我们原本的地方直接一个炮弹打过来。那还好，你叫我们先离开。没事了，你们刚好离开这个位置，才有炮弹打过来，超好吃。那还好。师傅，等一下 IPC 移动的时候，红队我们回归刚才的移动队形。好，收到。对。等 IPC 移动，其他人如果没移动。
刚才那个，刚才那个吓死我了。回收把宙斯弄翻新。哎，快走 ！HQ 没回来，快跑！跟上他们，快走，赶快冲进度啊！小心哦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跑那么快，大哥，你是我们倒地中唯一能救人的大哥。打工就是打我而已。他现在都是不在意，我有埋伏。走，前方建筑物区域。来，我们这边命令是。
这边是二队，我们总共两个。看见的东西目前已经全部歼灭掉了。哎，红队的指令是帮我注意城市，蓝队的指令是帮我注意一下道路，这是城市口。小贝，那边视野好吗？哎，树很漂亮，有看得到城市。哦，是蓝队遭到炮击。OK， 我知道。你们在后面啊，举手啊。他等下叫我们冲进城镇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那就走啊！我先看一下地图，你等我一下。二三八方位，各位二三八方位敌军步兵，树林。方位180到200，220这之间。不太乐观，视觉开始灰化。他今天血打得快，上了，该上就上了，不该上的给他上去。身体多处大量出血，血在用光了。是哦，我们两个人。没事啦，你这个没有皮肤那么严重，可以的，回得来的。我要把皮肤的冰起来，很快就直接把我枪毙了。投低一点，投低一点，很光的那个。我头很低了，我头很低了，我的角度一直往下看。我们有没有机会有这个？对不起，咖啡我打错了。
前锋，你现在负责带队从右侧树林，右侧树林往前移动。右侧树林往前移动。对。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五哥你好了吗？五哥，你跟上女仆，从右侧树林移动。收到。白布这边是后退，我们先沿着道路右侧看可不可以进入桥的地方。来，那个女仆，你先带着你跟我，然后那个飞哥，跟他全部下来就。啊，我倒地有他的武器。对，收到。飞是红队，我们出发。哎，你那个，我们全部跟上红队走。走走。不好意思，蓝光。哎呀，去！我靠，受到压力，受到压力，退回。别过来，别过来。正南方方位164敌载具，快，回去！发现敌载具，距离399公尺。我需要 RPG。全部撤回。大家我们不要再见了，全部退了。女仆还在吗？哇，女仆！蓝光西南方方位209，建筑物后面敌步兵有 AT 兵。小飞，你们退了掩体。都说。对，刚才女仆他们盖了掩体。女仆只是昏过去而已。还有看到敌人载具的位置吗？先别打，那个我们坦克向前了。哦，行。蓝光。哦，加装置。起来，加装置。要起来。一效果。啊，另外一只嘞，哦，起来了。排布呼叫一二队，排布呼叫一二队。刚刚这一天叫了技术炸弹，刚刚这一天就是叫了技术炸弹。女仆起来了吗？哎，女仆。哎，没，要一下子。我女仆也走了，吓死我了。炸弹死掉。
队，马上推进。那个大弟弟已经雇的女仆，然后其他人跟我走。啊，没事，他起来了。啊，那其他那全部跟我走。其实我觉得先走好。这一次红树女仆，我们要跟上。快跟上，跟上，跟上我！啊，载具干掉了。啊，应该打，应该打掉了吧？刚才听 T 九零，我叫向前。刚才我看到敌人城镇的载具爆炸了。要进入城镇，要进入城镇。跟上，跟上。有，我们在你后面。我对面刚才拿银山打我们，我现在看到地板上有银山。我最喜欢在前面的那个房子，有没有？二楼加机枪。然后等一下开火，我们就跳河。过桥后往右侧石头掩体木头掩体这边移动。到了。这奇普还有回来吗？有看到奇普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啊，他不是还睡在那个掩体那边？对吧？他化为大灵机。西南方飞机，那是我们的吗？来，那个红蓝队两队分开肃清这个城镇，每肃清一间，帮我打一个叉叉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组跟着我，走吧。哎，那个小飞，刚刚叫你们去肃清。对 ，OK。女仆帮我肃清一下，女仆跟那个阿 Q， 你们听着，我们肃清黑色圈圈范围。黑色圈圈范围。女仆跟阿 Q， 收到，我们正在肃清一栋建筑，稍等一下。要安全。二楼安全。走，下一栋。来，女仆小飞，我们肃清黑色圈圈内范围。收到，对，到时候。走弹的时候记得要喊哦。收到。哎、欸，各位，收队收队，跟我走，收队。对，收队收队。那个手弹真猛。
桥头吗？桥头吗？哎、欸、哥，对，回到我们刚才过桥右侧那个木头那边做掩护，然后红队进行暗杀任务。哎、欸，二不二队会进行，哎、欸，一队会进行暗杀任务，就这样。二队回那个桥口。贵哥。收到，回桥头。我们回来了。哦，那就我们回对岸，走吧。我们要回台湾了，台湾哥。哎、欸，哥，我们过桥，过桥，过桥，建立火力点。哇，我手榴弹刚刚跟500磅炸药一样屌，直接把一栋房子给炸垮了。这一丢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丢手榴弹而已啊。可，要不然就是兔子可能在那栋里面放了炸药啊。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，我绝对没偷那东西。我可以上车，然后说我要尿尿。你可以用机组员的东西。没有，对、啊，我说我想上车，然后说去尿尿。那个大姐，你有带148吗？没有，我怎么会带那东西？女仆，你背包有空间吗？没有。请问一下排副，你有看到我家的起火吗？他有回来吗，排副？不是啊，起火就一直倒在他刚被炸掉的位置啊！你们说他死了，可是他一直在命案上。我已经，你知道我已经捡了他的榴弹枪，射了好几发，再丢回去了，所以我不确定他死了。我100%确定，因为他在我面前弹丢。我去尿个尿，我去尿个尿，好，好。我要谁啊？哇塞！比如，哎，怎样？怎样？喂，哇，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风声是，我好热。热。我跟，你们帮我把枪，你们帮我把机枪架在上面一点吗？等一下。我该为了你吃三根线杆，结果线杆一点屁用都没有。觉得小光的炮打了一点。他说吉普不回来了。哦，他应该去盖他核能电厂。我们盖核能电厂，核能电厂不是他盖的，他朋友盖的。吉普，跟进来哦。招魂的话，先等作战结束。可是我没看到吉普在楼上。没有，我跟吉普的标志还在，他应该是在家里吧。我这边是。这边是二队，询问一下排部，可以帮我问一下 HQ 吉普，吉普是不是在家里？
我看。我身上弹药是。我还有17个满弹匣。阿 Q 还没几个？那吉普去哪里了？他说基地里面没有。啊？哦，机枪。没有，我是真的。这是机枪组，还有骑甲。那个一队，你的麦有点炸。所有人员去上第二台车辆。第二台。第二台 APC 上面。吉普牺牲了，吉普牺牲了。好难过，好难过。啊？你有感受到我刚给你的一枪吗？听不太到。我有感受到。刚打他。我有感受到他的火力支援，我有感受到。我刚打他，他旁边的土。哎，可是你打的飞机啊！什么东西？我刚想说什么东西射过来，我前面怪怪的，前面怪怪的。前面怪怪的，有两台车车往我们开过来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27，单台三台。哎，不然，哎，不然，道路上，道路上。单台三台。这边是二道，你正前方道路有东西过来，有弹车啦。对，是二车，对，是二车。有东西叫 JTAG， 我们前方遭遇三台装甲，其中一台爱撞。下车吗？不错的，我跟你讲。埃布，你帮伊斯过来了。埃斯，要我埋伏我的反坦克导弹不就好了？要加车了，往前开一点。停！我停，没有在跟你停的。阿杰，停下！你上贼车了。下车，下车！你上贼车了，没有在跟你下车。那个先往后退一点，等装甲，我们先在后面挖壕沟，等装甲打完再上去。好、哦，太棒了，我可以上次攻。不要上去，不要上去，你到那边直接放假。不知道。我告诉他，这台火力超强，这台上面超多酷东西的。南瓜、啊，干嘛？我已经问清楚祈福的状况了。对啊，他关站。这掩体有点。关闭站哦，回来哦。但谁没有崩啊？不要回来哦！你刚说少一个很难打哎。南瓜，你鲤鱼也崩一下。我想说撤袭他们会不会比较好，或者是帮他们当眼睛？不然我等一下会不会咚咚咚霸爆霸，然后我们的任务就失败？会不会啊 ？T 九零向前。啊！这样也会有炮尾烟。
才刚崩好。女仆，带着你再去山上，带你再去山上。走吧，阿红，我们去山上。你快点，山上快点。然后那个阿 Q， 哎，你往坦克方向再挖一个超，往坦克方向挖一个壕沟。大的，我要大的。阿甘龙龙呢？大的来，我挖大的。走姿势。我好像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来自西北。身上有止血器材吗？有。你绷带止完血了吗？我器材用完了。等一下，不要动。刚刚在车子里面，你应该拿一些。等一下，上车之后再拿一些。了解。好，走吧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在制高，然后去看他们的装甲群，就对了。对，先侦测，不要乱射就好。你要把对方拉进我们的 PO 之后，先攻击，我们就会被发现。了解。这个位置在搞的，这支女仆回报，那个敌军战车型号为原版的梅卡涅瓦，然后目前看到是有更正，不是梅卡涅瓦，2035的，然后一台战车，两辆像是防空车的东西，有收到吗？有收到。刚才那个无人机已经有回报了。OK， 然后空中还有两架原版的奇努克，往我们的方向飞过来。距离第一台离我们最近的主战坦克距离为306。OK， 好，撤完就后退。奇努克正在急速朝我们靠近哦。我们现在人在这。中，史努克被打中了。OK， 听这声音应该是准备掉了。你要听到蹦一声，闪兵，敌闪兵。你们山上还好吗？开始行进，重复一次，敌军车队开始行进了。敌军在大约在一分钟左右跟你们交战。快了，多少？刚才目前。
我都快了，下方还有两辆，然后桥那边还有六个。哎，飞哥，飞哥，哎，请说。我们山上看一下那个下一座桥的那个对面桥口处，我按机枪打一下。进攻。你说正西5256那边吗？对对对，直接开火，直接开火。啊，女仆，你们上，女仆，你们回山上吗？你们回山上吗？回山顶。哦哦，是哟、哦。我加大压力。刚看你们射过去，然后冒火。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动了动了欸、飞哥，飞哥，你们再往前一点，过我这边这个石头。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地面一堆人。看我，他在看我，撤了。还有一台防空车在我们西南面 A 1点的位置。我不要说我们两个爆炸真假的。完了，任务失败了。听到。来来，对，现在任务肃清下面的步兵单位，然后对支援一下地下面的人，看可不可以帮忙打坏那个情况下，如果没有了，也开始攻击敌方步兵。恢复意识。OK， 那个5923，你先往北方的那个石头走。OK， 1、2、3，走。哎，红队，红队，你们 OK 吗 ？OK， 走。那医疗兵还在吗？哎，红队医疗兵，你们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在，我们在活着。我们现在往山顶上去了。走。哎，往上，往上过来，他要叫我们下去。来，上来，上来。画面黑屏。可以，我们可以聊。聊动聊动，你还在里面？那个有双手的，大姐你很乖。完了，这个失血过多。这个凉了，凉了，这个凉了。可以啦，手包一包还回来。救得起来吗？救得起来吗？救得起来。帮我做指标，帮我做指标。现在有些关站，我人生就没了。有了有了，心跳出来了，有心跳了。我有八杯酒。别别别，阿叔没有心跳，这边刚才人家按的。就在这边一，就在这边一，一号在下山不急。那怎么令的声音特别大声，靠腰？令没有令啊。我刚有听到令的声音。没有，捡东西那个一直以来都不准。你知道我在那个评价有军有军有军。好了，他回复心跳180。哎、那个帅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，这样等等就会被下河了。
个是新版的吗？那看起来像是战锤的，应该是战锤的。哎，太屌了！可是好像要掉进河里了。我感觉到了，怪哥，你们感觉到了什么叫战锤四十 K？ 可是好像要掉进河里了。不要不要，在墙上，墙上，高在墙上，高在墙上。不是不是吧？不要不要，进河里喽！进河里喽！再回放，地角的意思。路上来，路上来。哦，还好还好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C 是科技，他该不会死了吧？没事的，他活得好好的，不要瞎掰。还是活着没？他是瞎掰。阳光，我们确认一下，我们现在任务是正常的啊。啊，什么东西，女仆？现在任务是什么？他叫我们下山，可是我们现在这边打一个，所以我们现在暂时不想。没有，可以先把他丢下山，没关系。只是看谁要背而已。那个车子是友军敌人，车子。啊，其他人有人身上有伤口的吗？没有。走吧。我身上有伤口。哦 ，Go 下山。来下山，下山，各位下山。那时候，对我们往山下移动中。有一光弹打上来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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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1 点有一个小土坡，我们躲在这边。OK。要上三环级吗？你觉得环级被环级的伤害比较大，还是不要环级受到的伤害比较大？差不多了。那你就打啊。OK， 开火吧，各位。趴着，然后找目标。跟着我没有，没有话就后退，没有话就后退。好，
有看到我遗忘弹射的位置吗？你是听你的麦还是谁麦都特别响起来？这里。哎，嗨，各位，我来了。我看到了，有看到吗？有，中弹了，我被打中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大吉利，大吉利，有人中弹了，有工，有工作了。后面，另外一侧，另外一侧。啊，高飞，我怎么又中弹了？啊，一整天都在中弹是怎样啊？回来啊！我需要你啊！山上，各位山上，我需要一只铁狐狸啊！对方打我们，我中弹了。有我有，我好模糊，我看不到。哦呼啦啦啦啦，应该是右边的山上。等一下，我用热神枪看一下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那边那边，开火开火。哎，方向，方向，这边。我在你身上放一些布袋哦。妈的，臭婊子！打掉了吗？打掉了，打掉了。我现在是糊的，我看不清楚。大姐，你看看，十个，那怎么帮他？就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吗啡？要。不管就帮我挂一下。哎，好。既然你都跟我说了。白布不能挖、欸，好吧，好吧，差不多。我们现在有更好旁边有。阿红，现在二队正在 A1 点待命。OK OK。啊，那个跟那个大金拿一些绷带哦。绷带大概三十几个吧。挖了一只，他一直中弹是怎样啦？我都哭哎、欸。啊，今天实体的做了什么？我跟你拿绷带哦。我才会问说接下来我们任务是什么，一直被困在这边。我不知道，要给 Stone 一点空间。哦，看来是打夜战的呢。完了。打。你看我挖个壕沟挖十三个小时、啊。你看我从哎，好厉害，高飞、啊，挖十三个小时还没好。夜战呢？夜战呢？很辛苦。我都想说，我都带夜视镜出来，应该打夜战的哦。我都带好了，直接闪瞎我。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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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消耗量居然意外的少。太恐怖了，我的人生都感到黑暗了。峰哥不要，峰哥不要。哎、欸，你们的弹药够吗？对、yeah, 我们要出去。那个林他们在问，弹药够不够？后面有在問。哎、欸，林，可不可以来一个医疗？可以补一下，可以补一下，弹药不够了。我们不是我们医疗用品不够了。可以拿一下。那坦克图可以在我面前看一下。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弹药啊。对，是啊。请问一下，你说听万点吗？好、哦、了，我丢的，那我丢的。他就听万点补给，现在我们二队有回头补给。来，二队跟我走，回头听万点有补给。对着那个白色箱子进行互动键，互动键是军火库，它互念互动键是军火库。突然好感动哦，突然有补给了，有点不知所措。有没有五百磅的手榴弹？你说我那颗吗？你要吗？一个询问，所以那个刚刚的提问点有补给吗？对，是。那个听完点有补给，各位不是在听完点，各位、哦、是啊，有补给也没有我的弹药、哦。好了，
互动是军火库。啊，收尾收尾，互动键，互动键，麻烦各位互动键，互动键，再说一次。大吉林，这一只蓝，不，这一只红子，我们抵达 A1 点。有收到吗？蓝光有收到吗？你说怎样？我们抵达 A1 点了。A1 点，然后要到这个这。OK， 收到。那个。对，道路右侧。如果要埋伏的话，小飞前往 A1 点。过去，先过去。我正在前往中。看一下。所以是混编排要来打我们。Yep， 但目前没有收到命令要怎么排好，所以先在譬如说这个位置挖一个壕沟。这个位置也不赖，蛮清楚的。对，但是阿玛山的 AI 哈，它实际上是侦测踩踏的距离范围，侦测感范围距离。就譬如说，我们是站着，然后它可能50公尺内就会感应到我们的存在，所以关于隐蔽这件事情不太会有点困难。难怪有时候觉得他们怎么有办法那么利落执行。对，然后呢，它其实是有一个扇形的侦测空间。如果是玩那个原版的，有没有？它的那个扇形空间是你背后趴着是可以摸到大概5公尺的距离，而且是要穿着吉利服的状况。那其他的话就是，我就算站在你背后 ，AI 也会感测得到，然后转过来看你一下。我的队伍哈，麻烦要到道路右侧，道路右侧。现在埋伏都有点困。回出刚出发的感动。了解了解，基本上都他们只要感测到。对，就是进入交战状态，他们就会改变行为，进入作战模式，然后开始直接面往你的位置搜索。你们人呢？啊，我们在 A1 点的右侧树林里面。刚不确定他说要埋伏是什么埋伏。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。就是桥上埋了地雷。情况好 ，A1。他已经埋很久了，上那个 BMP， 对，上 BTR， 上不下的，不能上的话，去上排位的时候只是不超收。完毕。我得超收。等一下，我们上。各位，上第二台车。啊 ，RP Store。好了，整好装的就上第二台车，谢谢。
怎么没有我的弹夹？找不到我的弹夹，看。你们要把，哎，68试试看，把枪拿出来之后关掉就活得开一次。没事，你们有68的弹夹，1.45，一点没事。6P53是失节奇金吗？啊，有是60的弹夹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的BMP 总不能这样子，那东西多到我每贴一次它就挡。达摩之音哎，啊，整好的直接上 BMP 啊，我先走了。人在玩装备多了、啊。我升级了。看中央。一队二队好了吗？走了吧。一队还在。你在干嘛？你过来干嘛？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有很多装甲，我先带一批弹夹，摆个位置、哦。OK。哎，这边是二队回报，我们已经全员上车。旁边怎么会有 AI 杂鱼？海豹脚脚了。旁边怎么会？帅多了。这是原版的 Russia。Russia。它是原版的俄罗斯。我刚刚跟他打招呼，他不理我。快救！我操！那全速了吧？哇呜啦！尽量离前车远一点。现在有点害怕，你等一下我怕你跑不动。如果他这台是原厂的话，你拿什么都没有用。哦，除非你拿的也是原厂的。你说阿奇，对阿奇，你们刚有爆掉吗？有啊，被卡瓦一发，超爽的，一发对不对？一发就再见了。我们的 T90 干了他三发，上车了，再一发把我们两个全砍光。讨厌，搞一局。喂。你在哪里？我刚才在盖好的埋伏点。我靠！没关系，我慢慢跑，跑到位置。这是二队呼叫兵。加塞，接敌。右上角。麻烦你帮我跟那个 HQ 说一下，请帮我找一下一个叫那个尼哥的，就那个。麻烦他把他传送到我旁边，因为他刚才在后面，然后好像没听到指令。我好奇，还是地眼？那是地眼还是炮击？我不知道。我就说他们已经摆好了。装甲，我们招收炮击。那看起来像地雷。确认应该是炮击，也有可能是地雷。地上那个炮来讲，哦。哦，看到了。炮击。看到地上有个坑，他看到那个排气炮从空中掉下来爆炸的那一瞬间，多十岁，关杀。哦，就是我刚打死那个狙击手啊。那个尼哥，你在算了，没关系，我刚才叫那个。到那个 HQ 那边，然后帮你传送。我的是被逼迫。对，你可以慢慢走过来，没关系。没有，他自己就走到你的。没道理，他那台车那么快啊！他超强的、欸，那台履带怎么鬼啊？履带的爬山比较快吧？也许。不是好。凭什么前面那台履带跑比我们两个都还快？我这台也是2.3，为什么 T90 也比较快？哎、欸，另一个麻烦跟 HQ 说，帮我把人全部爬山比较到，对啊，为什么？爬坡打不赢。
为什么你们爬坡可以比我们快？ OK OK， 等一下停车后下车。OK， 滚下去。我们先不要下车。好了，你可以下车。下车，滚下去，滚下去。一个，你这个传送过来一下，我们有一个队员拉着我们。这边停一下，你们这边停一下，我上山下。是优雅。来，你们再上来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凹口，这边在这个斜坡这边，你们停在这边，先继续上山。好想吃鲜蔬鸡哦！是啊，你怎么晚吃油炸的不会腻吗？哎，不是，那个人员不是我在上面的。他好像加东西，我该确认。后面两个互联的这样。哎呦，这个是真的是我们一台 T 九零打得穿的吗？我现在真的很好奇。理论上，确定他不会朝我们开炮。要穿吊弹是可以互穿的，应该是瞎的。哎、欸，富兰克林，我先前往 S 4哦，我先往 S 4走，还高兴就好啦。那个人员工不、欸、不对哦，你 S 4你就要被攻击了，我非常肯定。你去 S 你去 S 4的话，你要被火力压制了。不要叫我去 S 4，你现在是在羞辱一个俄罗斯战士的意志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那么像个美国佬呢？快点去啊 ！Motherfucker， 快点出发啊！一零店等你。哎、欸，走，我们前往一零店，兄弟们。我听到不太妙的。那时候，对我们前往 S 四点正在移动。哎、欸，那个尼哥跟上来有大决定。为什么我总是少？为什么我总是会少两个其中一个呢？问你啊，刚才真的是很好笑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是我跟他们，是我的，是我讲话有问题。望远镜帮我掏出来。收到。哎，各位躲好啊，不要一直往左边拉啊，躲在石头后啊。你要先打哪一台？艾布兰还是？要先打哪一台？左边。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先别打。帮我测距，先帮我测距。你们先别探头，你们先别探头，你们先别探头。帮我测距看看，多少？514。好接近哦！啊，右边那台、欸，全部都500左右。有点接近我的极限射程，我极限射程都是500出头。右边 M2。534 OK 20公尺，稍微调一下可以试射看看。哦，那炮塔开始在转，炮塔，你们所有人先离开我的炮尾焰。等下先别打，先别打。 TP to Frank，
这边是二队回报，敌方为两台布艾德利，两台艾布兰。我只有看到艾布兰，布兰德利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看到道路上会被树打到。标记点为红色的 APC。哦，我问一个问题哦。哎，是不是有我们的人潜进去的？没有啊，我们不是最前面的吗？干你！然后这边是二队回报，已经发现敌方火炮的位置，那个、也标志出来为 PCP 红色点。帮我把弹药放在这个地方好不好？帮我把 RPG 丢在这个弹，两发弹药丢在这边。那个拿望远镜的到底是自己人还是有还是敌人？那是敌人，那是德军。那就拿火箭筒射回去回敬一下。放好了。然后屋顶上有三名类似狙击手的东西，确定是狙击。帮我测一下到房左边房最大栋的那个房子的距离。没有，那个已经叫 case 了，已经叫 case 了。哦，我没有 case 哦。啊，有破炮哦。废话，我们有联合指挥官，当然有 case， 只是 case 不是人而已。看到这南方一八四。打多准，那都就不好说。你说左边最大栋，对，屋顶有人那边吗？对。559。559，安哪，都打得中。安了，整体射程在600内。这边是二队回报，目前不会再新增任何敌方目标，因为剩下只为步兵。你们排布是否超收？我这边可以直接射哎、欸。只是射下去，两种结果。射下去。二的话是在前方石头爆炸，啊、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被震飞。我跟你讲，千万别射，我求你了。射了，我们不止你人没了，是大家一起没了。对啊，欢迎。各位，我是你们英灵殿的门票、我们就可以跟齐普一起进入英灵殿了。齐普，你在英灵殿门口等我们。啊，边吃着冰淇淋边在那边。邪恶的家伙！布莱德雷在邦克后面，可以帮我测他多远吗？也是530吧。533。然后道路那一台为500整。我现在唯一可以打比较准的是那个侧边露出来的艾布兰战车。可是那一台前面有树哦。左边那一台哦，我说右边那部分啊，那个在仓库门口那台艾布兰是510。我知道，我只有最左边的那一台，我可以直接命中啊，右边的话就不知道了。case 十秒来了，如果他没中，我就射出去。别，有啊，他中了，只是中最右边，好坏了，应该吧 ，maybe。我有看到有人飞出来。对，回报一台坦克跟一台 APC 人员下车。来，残留一台 APC 跟一台坦克。等等，是十几人防空单位在哪里？哎呦，你确定？啊，是布莱德嘞。上面有啊，对啊。哦，射出去了！哇，没错。好像是友军在朝北。可是我有看到我们方向好像异光弹也打过去。请准许射出那个弹。这边是二队回报。地图标记的两个红色装甲单位是还没毁坏的。第四发，我们有人闪得掉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人这边是二队回报，敌方出现了新的第五发，哇，新的防空，哎、欸，不是新的那个闪掉了，那叫什么？那个第六发，我记得叫什么？陶斯汉吗？那个叫什么？陶斯汉吗？他们不是说到这个位置会被打坏吗？可以射击吗？要，可恶！他要再叫一轮。哎、欸，刚好500整哎、欸，那台悍马。对啊，我射过去，要么如果没打到战车，就直接打中悍马。这个角度非常完美。我要刺，这个还有。有啊，开玩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阿玛设定。命中了，我们飞机掉下来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上面看起来像4发，其实它可以带至少12发左右。啊，来了，冲下来，冲下来！我方飞机掉下来了。但这苏-35也太烂了。对，这个战斗机不太行啊。我看降落伞底下是空的。有没有命中的几率？你觉得多少？我起码有80%。我有80%的机率会打中那个掩体的那掩体那台。
我说坦克那一台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最左边的那一台啊。我现在在听他们回报，他们说没有 sugar run， 没有第二轮。被打下来了、啊。打吧。林，帮我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散开啊？对，去打击。请问一下，这边是二队，所以现在朝里面打击吗？想干脆叫坦克开过来。各位走，各位走，你们不打坦克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好、哦，你们先下去，你们先下去。哎，各位各位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你们先下去，苏人，你们先下去。这边是二队，这边是二队，我的。我就射控了，开火了。是啊。等一下。开火了，清空，清空。哎呀 ，miss， miss， 而且 miss 蛮多的。我觉得 miss 的。我要用 TV， OK， 好，我换弹种。啊 ，M1 再来一下，我们第一发没中，然后敌方盯上我们了，好嗨哦，前面好嗨哦，哇！开我，开我，你不，我射一发，哎呀，我受伤了，靠北。你喊得开心。啊，为什么又是假、啊？想开，想开，想开。为什么又是假、啊？为什么又是假？你告诉我。这一发命中。有听到爆炸的声音。没有，那不是我射。开我，开我，开我。为什么又是假？确定没有？后还要再低一点，刚才那个角度再低一点。好。你低一点差这么多、啊？哎、大姐你在哪？大姐。啊，我在你们旁边。哦，有爆炸。哎，女仆，看可不可以打那坦克？你可不可以看可不可以打掉那个坦克？确定两台 M2 瘫痪，然后只剩一下，好，哎，不然确定摧毁。好，目前应该收载具。这边是二队回报，全部装甲已瘫痪。只有瘫痪没有摧毁哦，有一台。哎，那个蓝，好，帮我测一下布莱德雷多。510。510。没中吗？没中吗？啊，高了一点，高了一点，500，你调到500，你调到500，女仆，我也差不多。460。好，我不知道谁打。500，听我的，500，女仆，500。送你。这个直接命中。来，其实那台，这台已经坏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对啊，可是我先确保安全。我接下来两发。乌啦乌啦乌啦！哎、欸，女仆，你还有弹吗？我还有，可是只能近距离打，我没办法。500，500，500，500，500，500。没有，我现在战斗是真打。不是，我在跟那个冰冰讲打五百。乌啦。还有，这个那个小飞小飞。哎。来，我在包装，
狼呢？在石头旁边。哇！我把弹药补满，然后回来。对，我刚去把车上的拿走，我准备好了。大进，大概要多久？大概多久？不要跟我扔进去了。血弄完就可以了。那个阿狗，走走走，各位走，各位走，各位走，走走。那个尼哥，你记得把你的那个止血带给扯下来哦，不然会晕死。有收到。地婆会。游戏底。现实中。对，真实状况我不确定。没有啦，五到十分钟就要弄，因为那个脚我就会直接变紫色。我记得那个不是可以绑很紧？没有没有，我印象中是要绑很紧，要确定它是紫色才对，它有效。好，开玩笑，应该说其实要稍微舒缓一下，然后再继续绑。以为那个开连弹可以，结果不小心射出去，直接抛物线下。那个弹下去，下面一位。哎、欸，蓝光在射，我在射。还有烟雾弹啊！不是，我现在没有看到你烟雾弹的状态。有啊，它不是很多条线。你看啊，一颗圆，怎么拯救它？等一下，拯救它是指拯救谁？说清楚，讲明白。那个主任啊，蓝光，你知道你测激发烟雾之后有什么反应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知道吗？我确定是有一个是红红的啦。我没有射出榴弹，已经我没有射到 HE， 我觉得已经就好险。不知道，就随便出清吧。美术清中统计就画个叉叉。二队回报给排部，我们已经抵达阵地门口。禁止使用爆裂物啊！他说有人质，我们要去拯救他。对，你有足够的绷带吗？用完了。啊、
用完了，那你就从我背包自己取，然后自己移掉。没问题。OK。蓝光，阿 Q， 保证我觉得 OK OK， 止血带可以拔了。你不还活着吗？啊，你不还活着，他现在稳定了。那个大金，我这里急需要医务兵，阿 Q 跟蓝光。他不会爆掉了吧？啊，你盯着女仆，看女仆醒来就这样。这鬼家伙！蓝光没有心跳，几楼几楼 ？VIP 送到车上，车上。稍等，他们两个活过来了。把 VIP 送到车上，丢在车上。没事，两个都起来了吗？一个起来，女仆目前还昏迷。了解了解，那个蓝队，我们回到阵地。别杀了，把人干掉之后，旁边来了一台死神哥，我的妈！那个回到阵地，回到阵地，上来上来。OK、啊，你的阵地是指哪里？上面上面。一栋建筑二楼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在讲你，在讲蓝队，怪不得还在里面。这是蓝队，阿 Q 当机了。啊，阿 Q 哦，当机 ，OK。你就直接按无线电回报说你已经醒了。女仆，你哥已经醒了。女仆。这里是排布，更正更正，麻烦前往到新的 S 六点，新的 S 六点。你不是死啊？我们可以召唤女仆起来了。你不死哦？只要给他一针吗啡跟肾上腺素，他就起来了。一样全员上车。稍等一下，我们二队这边来找一个，正在尝试把他叫醒，然后让他自己走。招收招收。我刚才，你知道刚才多好笑吗？我看到这边，我看到兔子扣了一个红色帽子的人，扣了一个红色帽子的人在这边，然后我一枪把他爆头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人质，我要去救他，我跑过去的时候，这边看到两个人，然后赶快缩过来，好知道的，他能背吗？可以啊，他可以背啊。哦，那背着他走了，我是有丝带的。Why？ 为什么要拿丝带只能拖？我要背着他，背着他走了。什么东西的声音？看，这个就是战锤的声音啊！声音啊，为什么这样？那个把人背着跟着我走，走开！他起来了，他起来了。射击，还有铁快射，快先上车，不要理他，上车走了，下山。回头，我们回头。走了，回头。人员前往，跟着前往 S 五点。什么鬼东西？
们正在往回走，阵地走出来。女工，那个帮我确认一下旁边车子能不能开，好不好？靠背啊，那个声音真的有点可怕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战锤是不是可以？可以开，可以开。了解了解，那我们自己开车走。来这边，快跑快跑，各位快跑！快上车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再不快一点我就要走啦！都上车了哈，都上车哈，最后一个那个在干嘛？还没有。OK OK， 后面后面的上来，走走走。沿着道路走，沿着道路走，往 S 五方向走。不要沿着道路啊，直接切西瓜切过去了。你怎么那么乖啊？走了走了走了走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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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转。啊，然后我，哦，在后面，哦，快走快走，机器人。啊快走死掉了，跑吧，谁干？